才四回合就倒地，我操！才四回合倒地了三个人，对战方倒地两个。哎，这一把互动怎么样？怎么说？这皇宫。好，兄弟们赶紧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啊！这把打的是比较刺激的啊，还是刚才那个队伍，官方这边是大唐国标，对方是狮驼岭神木岭国标，双方都是一样的一个国标队伍。那官方这边是倒地的队长是方寸。好，兄弟们，我数三二一，我们就锁了，三二一，锁了。刚才是对方赢了一局，好，官方这边也是新员，官方这边拉出高一次，直接是一把轰炸，哇哦，两千，轮到观战方这边冲刺了吗？观战方这边有一面了，现在啊，对方倒地三个单位，官方这边也是倒地三个单位，但是观战方这边中小死亡的单位比较少。哎，拉起来，哈拉说我来了啊，长驱吗？平砍杀宝宝，官方这边再拉出高一只空炸，哇，虚弥威力十足，看这画上的人心，画上现在是有三层的人心，活血的话这个大唐应该是能少的，活血小死亡点杀，官方这边小死亡还有一回合，也就是说观战方这边有点杀的一个机会啊，这把只要是化身活水出来就可以点杀了，对方方转山得控制化身，得控制化身啊，富贵险中求是吧。要控制化身的，对，他不需要破釜啊，他不需要，他拉起来才能破釜。来，方寸分身，哎，给官方这边一个点杀机会，活血，血量绝对是可以满的。那么观战方这边是没有点杀的，对方啊，有点尴尬，这把没有点杀，对方是拉着虚弥的，双方都是有虚弥红叉，对方的方寸山也是，活不了下一回合了，一把风卷残云，两点风铃，方寸山也站不住。但是有两只须弥，看上两只须弥神佑了一只，两只须弥秒过去，对方的化身很有可能站不住啊！一只须弥，神木林看上神木林，神木林还要一丝血，对方拉起来有没有飞机？拉起来飞机一个须弥，哎，须弥手撕，有没有法连？我操，没法连，飞出来了。我的乖乖，有位兄弟说水无天天打是不烦吗？不麻木吗？还不如看 PK。 兄弟，你天天看 PK 不麻木不腻吗？还不如看打书。哎，这都是你天天看 PK 就会腻，你天天打书就会腻，就比如说你天天玩一个妹子的话你就会腻，一样的，再好看的妹子你再天天另外在一起你也会腻。对，观战方这边也是出虚弥，对方化身，化身，活血大唐，拉起神木林，哎，没有挂小死亡啊，但是大唐可以扫出来了，化身可以扫化身啊。有兄弟说什么血无没有无通算，兄弟你的三观是什么歪了吗？啊，技术好，过紧就不腻。哎，我感觉你这
有道理啊，这要点啥的，要点啥的，官方这边有剑斩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剑斩了，我的哥。也就是说，对方的方寸山催眠也没用，剑斩点杀对方的化身，赶紧点杀化身，我的宝贝儿。血雾单挑打不过梧桐，我跟你讲啊，要是我的话啊，他们两个一起上都打不过我。像梧桐这样的，我一个人能打他两个。感谢高调，谢谢高调送的23个加棒，谢谢。感谢隔壁的胖子送的加棒。好像官方这边还是昙花一现，他还是终归结底，他这个地府还是没有打出点杀，他很明显会控制输出的。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呢，一把剑斩点杀对方的话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吧？你说的打是那种打吗？哪种打？哎，对方又出了一个龟神像了，续到了方寸，比较刺激啊，双方。来，有金青，怪对方这边拉起了，又风铃的，有没有风卷？对方狮驼，你先出手吧。哎，怪对方这边是什么灵？结束了，官方这边还是输了啊！我感觉官方这边打得不好，你们觉得官方这边打得好吗？觉得官方这边打得好的扣个2啊，打不好的扣1。我觉得官方这边打得不好，哎，有机会赢的，真的是有机会赢的，怎么不知道珍惜机会呢？扣3不知道。一人赢一把还打第三把，对吧？一人赢一把还打第三把，那你对方赢了2把了还打吗？还打个焦耳打？不是，你打的输了，那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嘛，是吧？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，但是我觉得混战方这边也可以的，其实可以冲一冲的。哇，这施法的这个叫声。加油棒第2了，不争气，没办法，兄弟们不给我送。感谢巅峰装雪友送的加棒啊，该给我送的兄弟可能都已经送了啊，可不想给我送的兄弟也不给我送，可能是觉得我们连续拿了2周的一个第一太嚣张了，要减减我的气焰。那兄弟们不用这样啊，有加棒的话帮我送送。感谢路人3708送的加棒，感谢思维送的加棒，谢谢啊。对，感谢紫渊紫布送的加棒。对，我们冲一冲上一上，感谢你们送的闪跳，感谢图奇送的锦囊，谢谢南江哥送的666，谢谢。什么送啊？手机用户的话是在竖屏模式啊，竖屏模式右上角有一个人气榜或者是贡献榜，点开里面有个打榜，哎，免费的加棒都帮我搂一搂送送，谢谢。今天3000票都还没到呢，都快12点。感谢修普诺斯，感谢好男啊送的加棒，对，帮我送一送。感谢安生，谢谢安生，还差14票。对面是第五狗吗？对面是第五狗，对面的四号宠是第五狗，还差7票。感谢给我送闪票的兄弟，谢谢，谢谢给我送闪票的兄弟们啊。虽然说你们闪票不显示名字啊，但是谢谢你们，谢谢。
可能今天送过了，或者是之前送过的。感谢霸道无限送的加棒，谢谢。感谢笑里猴的师傅，笑里牛。现在已经是不行了，官方这边已经是垃圾时间了。哎，结束了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也没有什么花招可以施展的了。昆大方这边被封上了三个单位，拉起来只能是够赌池行。哎，对，感谢笑里猴的师傅送了15票，谢谢。我们还差15票，我们就是1390了。兄弟们能帮我送再帮我送送。今天周末啊，周末票数很多的。帮我捞一捞，上一上。对，没有了吗？没有，等一下我晚点再问问。好，对方也是给这个第五狗啊加上试验战敌，来我们看一下对方试验战敌4秒多少。12点才问，12点太晚了。今天的票今天要是吧？12点的票是明天的票。